年第一期会是啊，只有第一期是，对，后面就没有了。奔向星河的奇迹梦，做彩排啊，四面台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四面台了。你今年上来做四面台吗？是很有这个可能。做客悠然的星宿，那么有可能就不用那个，啊，不用锁了吗？这个吧，锁了吗？大概就是。这场倒数5 4 3 2 1，我的耳机里面的混响全部关掉，我的耳机钢琴小两个弟弟，可以再给我一个。真的有，有人上去的，有人很不想上台。真的，对对对对。